正在收看乐视体育的球迷朋友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17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 U15 联赛第一阶段海门赛区的比赛。场上身穿白色球衣，从画面的左端向右端进攻的是上海上港队。身穿橙色球衣，从画面的右端向左进攻的是山东鲁能 U15 队。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上海上港队这边，一号门将郭通，三号李乐天，五号于浩天，16号全子豪，17号王明泽，6号张磊，8号范威扬，10号马子航，9号耿鑫，11号李文勇，7号周化义。山东鲁能这边的首发是这样的，一号侯金江，三号阿卜杜热和曼，四号詹双雷，五号苏比，六号杨振宇，七号张新亮，八号李明盘，10号石岩，11号高柏涵，14号李宗儒，17号房志毅。看一下上港队的这次进攻，上海上港和山东鲁能的 U15 都是被认为是本次赛事中实力比较强的两个队，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这次 U15 联赛中的一场焦点战。在前几天足协公布的 U15 国少队的集训名单中，山东鲁能 U15 成为了这一期国训队的年轻国脚大户，队中有多名球员入选，包括场上的一号侯金江，三号阿卜杜热和曼，五号苏比，六号杨振宇，七号张新亮，十号石岩，11号高柏涵，都入选了这一期的国少队。上海上港这边是他们的一号门将郭通入选。
球还在鲁能队脚下。这个球想往里突，但是裁判示意比赛继续。上港队的进攻，一对一看能不能传出来，球没有成功。上海上港队获得一个角球，角球发出来是直接被门将拿到。现在是鲁能队的进攻，给一脚捅射被门将拿到。所以这脚球，十一号球员高百涵一个人连续带球突破，起脚射门。山东鲁能队目前1-0领先上海上港。本次 U15 系列的联赛是在江苏省南通市的海门市进行，由于江浙沪地区的交通非常的便利，现场也是来了很多上海上港的球员家长们在场边为他们加油助威。上海上港队的角球，这个角球罚得不太好。
山东鲁能的进攻又打出来了，传中，后卫顶出来，外围还有七脚远射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腿上，在等待合适的机会，传中后点，裁判鸣哨。上港队的球门球，本次 U15 联赛总共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十支队伍参加，一共进行五轮比赛，今天是第三个比赛日。乐视体育将会为您带来全部五轮比赛的直播。这球是越位了，山东鲁能队的小配合又打起来了，全场二打二，还在带，传中，后点，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起脚打门，打在防守队员腿上，这个球还在追，
啊，鲁能队的进攻又来了。大脚的转移，直接打门。上海上港队的机会，U15系列的联赛上下半场各安排40分钟，全场比赛是80分钟。
这边空了，看有没有机会起脚。哦，稍稍偏出球门。将出来了，场上是有队员受伤，上海上港的队员们也是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进行一个补水。山东鲁能队是有队员受伤下场，不得不做出了换人调整。八号李明盘下场。替补上场的应该是16号车上真。一脚远射，门将早有准备。鲁能队的界外球，
上海上港队的机会。传中和球门 和进球擦肩而过，这个球上海上港队的机会，山东鲁能队又来了，看传中，场上是有上港的队员坐在了地上，队医也是赶紧的进入场内进行简单的治疗。这时候边裁举旗示意越位了，还有没有机会起脚？这脚射门稍稍高出了横梁。
很摔倒了。这个位置和禁区相差大概只有目测不到20厘米。上港队这边是排出了5个人的人墙，球队队长5号苏比站在这个球的前面，直接打门。山东鲁能队的5号苏比是有一脚任意球的功夫的，在前面的几场比赛中，山东鲁能队的任意球都是由他来主罚。这个球，看上港队的进攻能不能打起来。还有队友是要球，但是他自己还在带。场上是有2名队员躺在地上，刚刚应该是有一个身体的一个冲撞。6号杨振宇，场上司职后腰。
并采取其示意越位在先。上海上港队的进攻，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山东鲁能队暂时是1-0领先上海上港，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的直播。
正在收看乐视体育的球迷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17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 U15 联赛第一阶段海门赛区的比赛。场上的对阵双方是山东鲁能和上海上港 U15。目前场上的比分是上海上港0-1落后山东鲁能。场上是上海上港的16号队员倒在了场地内。刚刚是有一次肢体的冲撞。山东鲁能队的进攻，这个球越位了。球出了边线，两名队员撞在了一起。山东鲁能队的定位球，看几个高点埋伏在了禁区里，看这个球会选择直接打门还是往禁区里传。传球第一点被后卫顶了出来，
程度的进攻。这个球没有停好，参加本次 U15 联赛的球员都是出生在2002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之间。而这批球员也很有可能成为2026年世界杯我们中国队冲击世界杯的主力军。上海上港队这边应该是要做出一口气做出三个人的换人调整。上港队的进攻传到
到中路。刚刚的这叫四传四射也是引起了场边观战的上港家长们的一阵惊呼。上港队的这次进攻犹豫了一下，应该直接选择打横的。香港队的角球前点被后卫顶出来，角球再罚出来被门将拿到。上港队这边做出了换人调整，15号侯伟明，12号刘义超。还有14号刘帅康替补登场。鲁能队的球门球大脚把球开出，
鲁能队的两名中后卫三号和五号两名新疆的球员像两道铁闸牢牢地守住他们的防线。这是门将出来了，差点出现脱手的情况。鲁能队的进攻还在继续，边路传中，后点，哇，这脚打高了。这次的进攻配合非常的犀利。有没有就位起脚？打高了。三名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这脚球是打高了。但是在这段时间以内，上港队的气势和自信心是逐渐打出来了。这个球危险了，门将及时出击。好，可以。
上港队的进攻，这脚球传的稍稍有些大。起脚了，脚球没有打上力度。上港队的机会，好子弹，也是上港队的界外球，
分到边路，向前的传递，这球还有，看有没有机会起脚。自己带球，摔倒了，但是裁判没有示意。是有一名鲁能队的队员倒在了禁区里边。十号石岩。这名队员经过简单的治疗，重新回到了场上。香港队这边又是准备做出换人调整。哎呦，裁判要套牌了，这个动作。香港队准备换上18号球员赵传明。
上港队的角球。罚出来，边门将直接拿到。大脚转移，向前传递，直接打门，这脚打高了。上港队又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上了一名门将，一号郭通准备上场。19号张泰哥替补登场。队长的袖标现在是戴在了6号张磊的手上。鲁能队球分到另一边，想要打门，但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好，搓搓，这个球被断了下来，还是鲁能队的进攻。带球，两名队员的包夹，上港队的进攻，回敲一下，球还有，分到一边，球被断了。现在是鲁能队的进攻，叫地面球，被门将扑到。
一对一，王明泽，王明泽，他平了现在了。下半场的补时是三分钟，最后三分钟，看看，来一个，来一个呀，来，最后三分钟，咱们进一个啊！给他停，最后三分钟。上海上港目前还是0-1落后。起脚传中，甩头攻门，这个球打在了横梁上，门柱上。技飞铲，裁判在看表。好的，
全场比赛结束，山东鲁能队是以1-0的比分战胜了上海上港 U15。 我们对本场比赛的直播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